一段就要封闭掉。对，他，我想他开，他先旁边会加一墙，加另外一个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拆掉。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，是啊，交通。所以它这个湖面船只两边是不能相通的。对，只有你走到底，就是它高墙的地方，才能走过去。特别啊，那上面。